有尿过？跟干的老头品干的人生啊！就前两天看一个英国老大做他那午饭，说话我还挺心动的，赶紧试一下。你看我这个老头背心也穿上了，胡子也没刮，绝对有那味儿了哈。首先先来两片干的面包，然后把这个三鱼整上去。这三鱼油脂好丰富啊，整上。哎，不对，先涂黄油是不是？老大说了，黄油是一定要的。趁这面包烤的热乎，赶紧往上怼，呵，跟搓澡似的，这就行了。然后三文鱼，咱自己吃，咱就多来点。哎，下一步是啥？牛果，有吗？没有牛果。买完了，现在回去接着做这个东西啊。看那个老大爷表情，知道他肯定是缺一不可的。这回买了一个葫芦碗啊，咱不用葫芦碗，咱就哈夫碗就好了。最后火箭菜也是听那个大妈说的，已经快被我吃完了。超市你们买菜，它上面说是免洗的，但是你们千万别听它的哈。昨天我就从那个大菜叶里找到一个五颜六色的毛毛虫，免费蛋白质，行了，那就齐活了。赶紧我们跟着干巴老头尝一下。嗯嗯，不去，这么好吃。嗯，我吃完再跟你说，还挺上头的。事实证明哈，干巴老头一点不干巴，油脂感非常的丰富。你想，烟熏三文鱼、牛油果、黄油都富含丰富的 Omega 3，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油脂。而且说句实话，它的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的比例相当的完美。可能油脂稍微高一些，但是对于干巴老头来说，他是需要丰富的油脂的。所以说人家是懂吃的，就是我可以称之为白人饭天花板，你们也可以回去试试。